哦，G G Bot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t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t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小聪明，小裁缝，自食其果。上。果酱吗？谁买你的果酱？你昨天打了我们的老大，我今天来找你讨回公道的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哼！就凭你还想替别人报仇？哼！哎呀！哎呀！小事都做不好，打死你爹妈！哎，老大，混蛋，你先敢打我！哎，老大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哎呀，老大，老大，我不活着了，我真的不想打你呀！说什么也没有用，现在要罚你在里面待一天。啊，老大，一天不要啊！我想去替你报仇啊！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用苍蝇。苍蝇。各位先生小姐，我是时尚界的先锋，服装界的领袖，操作缝纫机就像弹钢琴一样优美，可以说我生产的不是衣服，而是艺术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。拉拉小姐，来我这里做一件华丽的晚礼服吧，保证让你光彩夺目，吸引住所有王子的目光。我不需要。啊，那就做一件普通的裙子也可以。我不需要。那就做一双袜子吧。我不需要。做一只袜子行不行？我都好几天没有顾客了，你好歹给我点生意做吧。不如你买我一瓶果酱吧。哎，你怎么卖起果酱了？是不是想用果酱吸引王子啊？哎呀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嫁给王子的，与其天天做白日梦，还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呢。没想到你竟然会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可不会放弃，我一定要娶一位公主。哼，就凭你一个小小的裁缝还想娶公主，真是比我还会做梦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买一瓶果酱。喏，看你穷成什么样子了，只有一枚金币是娶不到公主的。哎，吃完面包再工作吧。小裁缝，
我要做一件衣服，你给我量量尺寸吧。欢迎光临。超人强，我已经给你量完尺寸了，你想用什么面料做衣服啊？我只是让你量量尺寸，又没说要在你这里做衣服。波比，我们走。老大，一会儿小裁缝看见苍蝇，一定会认为拉拉小姐的果酱不卫生。这事儿一传出去，再也不会有人买拉拉小姐的果酱了。谁得罪我，我就让他身败名裂。哼！让我量了尺寸又不做衣服，这个超人强真可恶！我诅咒你裤子破了，没人给你补。苍蝇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竟然一下子打死了七个，我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应该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壮举。沙漠王子和小美人鱼婚礼上的喜糖真是好吃啊，要是天天有人举办婚礼该多好啊。我最高兴的是海巫婆在婚礼上把声音还给了小美人鱼，不然沙漠王子和小美人鱼都没办法聊天了。是啊，小美人鱼要是一直不能说话，沙漠王子又看不懂鱼文，那他们每次都想聊天的时候就只能请你当翻译咯。我可不想当电灯泡。你们看，好像有人从天上掉下来了。这是谁呀？跳伞都不带降落伞。哎，你快接住他吧，快跑啊！快跑，妹妹！天上怎么会掉下个巨人下来？哎呀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喂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哎呀，这怎么会是他呀？你是谁？那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眼睛近视了，看不太清楚。哎呀，真是吓我一跳啊！班长，你认识这个巨人吗？这个巨人住在白云上面，当初抓走了杰克的爸爸和会下金蛋的母鸡。是我和菲菲把他们从巨人手里救出来的。这么说，这个巨人是坏人了？是啊，我看他这回回来是想找我报仇的。眼睛变在什么地方？我要配眼睛。云太恐怖了，眼睛，我要眼睛。大家小心。这真是一部眼镜引发的悲剧啊。我们应该立即阻止巨人。小弟，快去找一根结实点的绳子。小弟，你去把巨人的脚绑住，不要让它造成更大的破坏了。班长，现在就看你的拼装术了。好嘞，超级拼装。班长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哎，新娘，开始啦！用力，再用力！请人加油啊！请人加油啊！我来帮你啦！加油，加油！班长。你的脚就没有着地，根本没有帮上忙。是吗？哎呀，现在终于着地了。班长，你没事吧？
军到底在哪里？我一下打死了七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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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子打死了七个，谁这么厉害？是谁说自己一下打死了七个？站出来和我较量较量！是我，我一下打死了七个。你？你没看到我帽子上写的字吗？一下子打死七个。我看不清楚，而且根本也不相信你这个小可灵虫的话。真有本事，我们现在就较量，看看到底谁厉害。你想较量什么？你行吗？哎，把石头捏碎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能把石头捏软呢。怎么样，我把石头捏软了吧？我们再比试一下扔石头，看谁扔得高。没问题，你先扔吧。怎么样，可怜的小矮子，你也来扔一个。你扔的确实很高，不过你扔出去的石头还是掉在了地上，我扔出去的石头根本就掉不下来。怎么样，这回相信我很厉害了吧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家都叫我小裁缝。好厉害的小裁缝，我可不想成为被他打死的第八个。这样也行啊。巨人怎么被打跑了呢？巨巨爸，是你把巨人打跑的吗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一下打死七个。是的，国王陛下，我一下子打死了七个。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，请到我的王宫吧，我会给你最高的官职和数不清的财富。谢谢国王陛下的好意，如果让我到您的王宫效力，就请把公主嫁给我。